欢迎收看110年3月10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郑志源。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大林埔迁村安置计划书公布之后，高雄市都发局针对居民关切的权益和安置方案，特别制作了计划书摘录本和简明折页，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相关权益。盐城区新乐里内有4栋超过20年的老旧公寓，由于没有经费修缮，里长就忧心外墙瓷砖脱落会砸到用路人，期盼有相关单位能够协助修缮来解决危机。林雅区长青中心1楼正展出让我们安心变老影像展，透过实际案例的图文分享和专业律师的见解，带领民众探讨老年生活所会面临的法律议题。高雄车站旁的71期重划区，目前市府正在进行800公尺的绿园道开辟工程，园道两旁将开设道路，未来将连通还没有新建的站东路，成为出入站区的另一个门户。而园道内将遍植花旗木，路旁的店家也正在进行整修，把后巷变前门。市府公务局正进行第71期重划区的道路和公园开辟工程，在长800公尺的绿园道南北两侧开设25公尺宽的车道，加上园区内的人行和自行车道，都可以连通还未新建的站东路进出站区。那我们本身这一段工程71期，它就是位于还有新设的火车站连接体，利用人行道、脚踏车道，那相对的作为交通的一些贯通的部分。由于重划区内的部分空地暂时作为中博桥拆桥后的钢架存放区，公园部分暂缓开辟，新工处只在绿园道内遍植花草和乔木，为营造花海景观，乔木部分以花旗木为主，整体工程预计6月底完工。那在园道的部分，我们采用了花旗木、樟树、黄连木等乔木，那我们就是让它造成了一个园道一个绿荫的长带状性的绿荫啊，让人市民可以加以使用。随着铁路地下化和绿园道逐步完工，居民不再忍受列车经过的噪音，景观视野也整个打开，原本的后巷变成面对景观优美的绿园道，居民也跟着把后巷改造成店面。原来的我们在铁道后侧的部分，我们住家大部分都是后门，那今我们园道开辟了以后，一些就是住家，他们会把他们的出入的方向一一改变。铁路绿园道让高雄市多出许多活动空间，除了方便人车进出，附近住家也跟着受惠，更为高雄车站区域带来商机。记者李正道、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博尔艺术特区昨天凌晨大火，现场浓浓焦化味道不散。目前工程单位在安全范围内进行烧毁残余物的清理，隔着3米宽的巷道，住户惊魂未定。陈其迈市长前来关心视察，市长在封锁线外不舍查看，并慰问周边的住户和店家。发生大火的北东仓库是1层楼木头砖造建筑物，目前经营文创纪念品商店。幸亏火灾时间在深夜，并没有游客，展览的空间正值换档期，也没有艺术展品受损。然而大火在风势助长下燃烧了将近400平面积。曾经在这筹设自行车学校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在得知的失火消息说心情很不好，尤其仓库的内外他都有用心规划过，希望仓库能够原地重建，恢复原来的样貌。真的是看得非常令人的感伤哈。那这个仓库其实它的规模哈，还有它屋顶的块木的这个结构，可以说是最完整的一个地方哈。针对旧有的这些仓库群啊，这个都是非常珍贵的资产，尤其对于整个历史纹理的脉络哈，可以，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现有的剩下24个这个仓库群哈，可以在消防、公安的这个部分哈，那能够再全面性的做一次的检查。眼见冲天大火烧毁东本仓库，紧邻仓库的大楼居民人心有余悸，不但向市长详细述说火灾的经过，也提出希望市府要加强仓库的消防措施，确保居住的安全。那我惊到无？哦，惊卡少来住，啊，唔敢厝里啊，唔敢迄落，我一间唔咩啊，啊，拄好囡仔，佮早生长啊，3天转来，
啊，也唔敢开，啊，唔敢抓出来，啊，放个那边照照照，啊，就一直过啊。啊，伊迄木材，拢一直照过啦。我讲再隔壁遐无多，也无多，也无较济。家吼，会当叫人吼用掉用无当的啦。无迄水灵村海珠啥货拢带袂，袂当晒过。博二仓库群是见证高雄港的发展代表，每个仓库群都有其特殊性和保留价值。市长表示，不只会加速建物的重建，也会把历史纹理一并列入考量。记者潘志光、吴淑婷采访报道。大林埔迁村安置计划书公布后，市府将在13号举办说明会，市长陈其迈也会亲自出席。针对居民关切的土地一坪换一坪的做法、多元安置的方案和适用的对象等一一说明，还特别制作了计划书的摘录本和简明折页，让居民有充分的时间可以阅览和讨论。大林埔迁村安置计划摘录本虽然只有将和居民权益有关的第3章和第4章制作成摘录本，但页数也多达30多页。为了让居民快速了解迁村计划的执行概况，市府都发局特别译制简明折页分送给居民，用这个简要的一个类似像索引的方式，让坐在我们的这个简单的折页上面，让民众可以去对照说啊，我如果想要看我的住宅的土地怎么一坪换一坪，写在哪一个章节，然后我的这个农地是怎么补偿，写在哪一页，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民众可以快速的去检索到他想要看的内容。而针对大林埔居民要求，希望比照红毛港同屋不同户也能够给予搬迁费，都发局表示大林埔从未像红毛港一样受到禁限建，因此无法比照给予搬迁费。那你说20坪的房子，我这边设的户口有10个人，那表示你现在在大林埔10个人住20坪的房子，你就是住得下，那搬过去照理就是要原样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规模搬过去，因为从来没有进见过。13号的迁村说明会上，都发局将会针对居民最关切的问题和项目详细说明，也会针对不同情境的权利状况，以案例试算的方式算出居民可以获得的补偿和救济金总额，以及可以选择的安置方案。市府将会和居民面对面沟通。说明会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民众很关心说，这个一坪换一坪要怎么做？好，那还有就是，我们民众未来的搬迁，然后房屋的拆迁，还有很多像说农地那不是住宅区的土地，未来要怎么样的补偿，也都会说明给大家清楚。市府都发局表示，计划书草案会以纸本和电子档的方式存放于小港区公所以及沿海6里办公室，居民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电洽大林埔专案办公室。记者李正道、赖昌邦高雄报道。老旧的公寓大厦常会因为外墙瓷砖脱落或电梯年久失修，造成严重的公安问题。盐城区新乐里内就有4栋超过20年的老旧公寓，由于公寓大厦老旧，没有经费修缮，里长忧心外墙瓷砖脱落砸到用路人，期盼相关单位能够协助修缮，趁早解决危机。抬头一望，老旧公寓外墙瓷砖脱落，如果一个不小心掉了下来砸到用路人，后果不堪设想。近年来，老旧大楼电梯故障或外墙瓷砖掉落的事件频传，新乐里里长忧心老旧公寓设施造成公安的问题。伊的年限已经超过20栋，20栋就是伊的外壁吼，咱看到的拢有一挂瓷砖啦吼，伊迄个钢筋裸露啦吼，会产生就是行人下面的行人吼，行路的危险。老旧公寓不仅外墙瓷砖脱落，墙面的裂缝也出现钢筋裸露，不只有雨水渗透，还可能造成钢筋膨胀锈蚀，居民的居住安全也会受到影响。希望相关单位协助，尽早修缮。老旧社区的大楼啦，吼，我了解，因为我做里长，甲了解是讲经费不足啦，不足就是人讲不足免啊，甲这个大楼要甲修缮吼。相信嘛，知影讲即马凊彩安尼维修墙，就开足多钱啊！希望咱即个单位吼，看要安怎来甲照顾
修缮。高雄市公务局调查发现，室内住户较多的公寓大厦，有一半屋龄都超过20年，电梯以及外墙都已经达到需要更新或是大修维护的阶段。高雄市政府今年也针对社区老旧的公共设施提供修缮补助，只要是取得公寓大厦认证标章的社区管理委员会或者是管理负责人，可以在标章有效期限内向公务局提出申请。记者金宪忠、郑志源高雄报道。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开箱下，高雄选物所观光工厂联名礼盒正式与大众见面，由知名设计师严伯俊操刀设计，不仅将高雄山海阁的概念融入设计，也让收到礼盒的民众可以感受到港都丰富的人文历史与美食文化。好，大家有看到我们的曼曼市长加上严伯俊。由知名设计师严伯俊亲手打造的港都选物所观光工厂联名礼盒，在高雄市长陈其迈开箱下，宣告整合了高雄在地知名观光工厂，帮助在地产业拓展网络平台销路。不仅展现礼盒上的设计概念原味，也让民众了解到传统食品产业的职人精神。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产品，尤其是我们高雄有很好的这个农特产品，能够借由更多元的通路，那也结合整个观光的一个产业，包括在整个网络，或者是在整个行销的通路，能够做一个比较密集的一个结合。陈其迈随后走访参与活动的厂商摊位，对于在地产业手工商品赞不绝口，也鼓励传统食品制造业走出来，让工厂透明优质化，进而转型辅导成观光工厂，让市民朋友能更加贴近，也就能介绍自家产品及经验传承，更进一步配合通路，将品牌行销到全世界。现在都他们观光厂都不管是卫生标准或者是可以在那里有一些亲子活动甚至是一些户外教学，就是让小朋友能够这个进行好的食农教育，真的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那我们这次也跟雄狮旅行社嘛还有 Klook 就结合我们的网络电商，跟我们最大的这个现在在整努力在冲刺英镑市场的雄狮旅游，那我也吸引更多的这种观光客，尤其像很多的员工旅游他们来到高雄就可以到观光工厂这样了解我们高雄的职人精神非常棒。港都选物所观光工厂联名礼盒只送不卖，民众购买3月28日从台铁新左营站出发的行程就可免费获得。后续高雄市长陈其迈与市府经发局也会举办抽奖，向大家推广高雄观光工厂百年人文历史与美食文化。记者李佳龙采访报道。高雄市的学生们组成社团后，常常找不到适合的场地来团练或交流。高雄市政府青年局积极寻找场域有成，就位在高雄市中心玉竹商圈内6层楼的活动空间，媲美5星级的饭店，紧邻捷运交通也非常的方便。初期规划登记免费使用，真的是高雄市社团学生们的一大福音。为了让高雄在地学子组成社团后，不用再担心找不到合适的空间讨论以及团练。高雄市政府青年局积极寻找适当场地，而且迅速找到青少年最爱去的聚集地玉竹商圈内，打造出共计6层楼的5星级活动场域，期盼能让青少年互动交流、学习成长外，也间接注入了商圈一股新的活力。我们知道青年学子要找到一个练舞空间或这个开会的空间，其实是在外面相当不容易，所以我们青年局特别去整理了这样的空间，希望提供给高雄我们在地的青年，包括高中职生、大专生，来这个使用这个场地是非常便利便捷。那所以我们特别找在这个位于中央公园的正对面，那也是这个捷运可以方便到达的一个地方。为了让青年学子们对于空间场域有初步的了解，青年局又首先开箱曝光部分空间，有大面窗的练舞区、位于分离的沐浴室，还有座谈交流区。尚未曝光的还有摄影空间及音乐练习室等。目前采线上登记免费租借，早晚时段都有开放时间提供学生使用。欢迎社团前往洽询。那未来会这个以提供高中职大专生这个社团的学生使用为主，那使用为这个时间当然就是会这个从平日假日都有提供，那从早上到晚上都未来会采这个线上预约来登记的这个使用。青年局进一步提到，搭配市府社团活动补助计划，打造青年社团活动交流平台，使得学生在校内课业进修的同时，也能安心兼顾到未来的职场探索。提升了竞争力后，也就更能增加就业和创业的机会。记者李佳龙采访报道。
即日起到3月22号，在苓雅区长青中心一楼，有个由法律辅助基金会以及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共同举办的银发摄影展，透过实际案例的故事以及律师专业的见解，让民众更加了解老年生活将面临的法律议题，欢迎民众前往欣赏。由法律辅助基金会与高雄市社会局长青综合服务中心共同举办的“让我们安心变老”巡回影像展，即日起在长青中心一楼展出，希望能够透过展览，让更多长辈与家属共同探讨老年生活面临的法律议题。让我们安心变老这本书，事实上它里面有八个故事，真实的故事，然后由十位我们的律师下去做解读，他去解读这八个真实的故事，然后延伸出来45道熟龄世代常见的生活难。其实他每一道问题都跟我们的熟龄者，其实他是非常的深切的。他几乎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透过实际案例的呈现以及律师专业的见解，让民众可以更容易去探讨自我以及家中长辈所会面临的生活问题，进而解决自己与家人相处上的矛盾。展览呢，对于我们的长辈来讲的话，他的回馈都是非常好的，他对我们的回馈都是正面的。那他们也常常在看法律问题的时候，其实原则上他们其实是不太懂，很多长辈是不懂法律的，但是呢，我们借由这种个案的很清楚的方式，让他知道说他可以用透过这些类似的案例，他就可以反思到自己身上，这次展览之中就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他们要如何的去面对跟解决。现场也有许多长辈前来观展，希望透过这样的影像展，能够让所有民众都更加深入的了解银发生活所会面临的议题，以及相关法律所能带来的保护与协助。展览时间为即日起至3月22日，欢迎有兴趣的市民朋友前往观展。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澄清湖玫瑰园里的玫瑰都已经盛开，不少民众感到惊艳，纷纷停下脚步来欣赏，感受美丽的氛围。由于澄清湖列为水源保护区，不能用农药和化学肥料，志工们得徒手抓虫，细心浇灌，才能开出娇艳的玫瑰花。各色的玫瑰花在阳光照射和春风吹拂下娇艳欲滴，摇曳身姿。不少来澄清湖散步的民众都感到惊艳，纷纷驻足欣赏。英国因为有这个大卫奥斯汀的培育，他一个人培育的玫瑰花品种超过200种，所以大家现在世界上大家一讲到玫瑰都说英国玫瑰，就是因为大卫奥斯汀的关系。他的花的一个特色大概都是较古典式的，像个几粒个咧才包咧安尼。园区里最近新种植了一批树玫瑰，不同品种的玫瑰花经过嫁接之后，花型更大，开花数更多，让玫瑰园更有看头。一株玫瑰，它可以有很多的玫瑰花出现。那一般的玫瑰呢，它就比较矮一点，它没有办法像树玫瑰一样，它可以有一支强比较强壮的那个树干呢，它然后在嫁接。澄清湖玫瑰园是由一群热爱玫瑰的澄清湖志工创立的，每年都会换植新的玫瑰品种，每天也都会来浇花、剪枝、除草、施肥。但由于澄清湖是水源保护区，不能用农药和化肥，志工们只得徒手抓虫，避免玫瑰生病，才能够开出这么鲜艳的花朵。澄清湖这个幸福花园的玫瑰花园的场域是独步全台的一个玫瑰花园。那它大概有1200多株的各式的玫瑰花，大概有60几种。那玫瑰花整个栽种的那个困难度跟繁琐度是比其他花卉更为精细的。哦，他们很辛苦，都要来抓虫，哦，还要施一些肥料，哦啊，然后浇水，他们是非常辛苦。所以今天有这么好的花况呢，他们的功劳呢是很大的。澄清湖玫瑰园里虽然四季都有玫瑰花开，但在春夏季节里是每种品种都会开花，而且开得特别旺盛。想要来玫瑰园浪漫一下，得把握时间。记者李正道、赖昌邦高雄报道。为了鼓励媒体制作优质儿少节目，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主办的第20届国人自制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五星奖颁奖典礼，特别评选出荣获5颗星的优质儿少节目。今天带你来看的是荣获5星推荐，由原住民族电视台制播的《皮苦求胜青春》。要有心打球，没有不能训练的。加入我的球队，要有心理准备。由原住民族电视台制播的《B 组求胜青春》荣获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评选为5星优质儿少节目，特别以戏剧来呈现，
以年轻人最爱的篮球为故事主轴，剧情引起青少年的共鸣。我们是以戏剧，其他都是以节目形态，但是我们是戏剧节目。那在戏剧节目呈现青少年的过程时，我们其实也没有想过说他会获得评审的青睐。很大的部分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很感动，他感动的是在于是一堆一群没有受过很专业训练的排湾族青年，如何透过他们努力追求梦想的精神而得到了最后的胜利。那其实在 我们本身原住民族电视台在针对戏剧这部分呢，我们的 target 其实很少是针对年轻人。那这一次找了导演一起来合作，然后既然激荡出不错的火花。现实跟影视方面也是一样，就是在现实当中原民台也是蛮少的，就是用戏剧去传达这部戏的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因为其实台湾的人口可能大部分都已经是比较是到金字塔的人口类型，所以很少人会把很多的资金跟预算或者是关注放在其实一直是台湾很重要未来基础的青年或者是少年或者是儿童。那这一块一直是原住民族电视台非常关注的一群，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其实都在跟老人家的生命做拔河赛跑，我们很生怕就是老人家的凋零比不上我们敢接感的那一棒，所以我们在不管在戏剧上面在节目上面的呈现都希望可以有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儿童和少年来参与。优质五星儿少节目展现原住民族即使资源不足仍勇往直前的精神。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媒观也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支持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五星奖活动，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时晴，气温18度到29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晴时多云，气温17度到28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晴时多云，气温15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晴时多云，气温12度到25度。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郑志源，我们下次再会。
高雄最新资讯。现在只要搜寻高雄都会台 FB 和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最新消息。专属高雄人的频道，高雄都会台。五百五波比，阿嬷，你讲啥？你看